高兴那是正常的。看见我是高兴的。娶这么漂亮媳妇不高兴那是傻子。那重点的你可以说，正想好好的亲你，你们两个人都要靠近的时候，突然爸爸，淘气，抱的时候一定是闭上眼睛的，特别陶醉的享受的，然后，我接着深情，想这会儿想控制不住想深吻了，然后。爸，讨厌的。哦，来来，你来抢，来来来，你来了，你来。Ready go， 来抢，抢了个寂寞。记住啊，手要稳，心要静，眼要准。对不起，我刚才做了一个错误示范。走错了，再来。这样，他暂停，但是你打电话来，轻易。